整个下山，把那个1000多个人全部挡在那个山沟里边，然后1000多个人就被我们76个人给出草掉了。结果这个案子哈、啊，把日本人给吓坏了，保持7年的静默。结果后来呢，因为他们觊觎我们的樟树，你知道吧？他要。妈妈，我独有赞美呀，阿弥陀佛。
个樟树园里边感觉很好。樟树林区，抖音大部分都是摄影的，喂。大部分都是摄影，摄影比较好那个。好，那我先问各位哈，我后方这条溪叫什么溪？木瓜溪。为什么叫木瓜溪哈？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进场。你看看我虽然损失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好的，这是非常好的，我非常喜欢。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拜拜拜拜，这里面玩的愉快，这次来花莲玩几天？啊，这么棒啊！开车还是骑车 ？OK， 好，拜拜拜拜。他们两位过去有听过我的解说，来这里听我的解说。这次他们自己散步过来，你看他觉得很棒了。健康五要件，第一超过的哈。第四个要件，每天要哈哈大笑三声以上。第五个要件，好。第三个要件，每天要运动20分钟以上，走路走5000步也算。谁做到了？走路走5000步也算。有做到的朋友哈，永远保持年轻不会老。第四个要件，哈哈大笑，我们来笑笑看，我看看谁笑的是正确的。一二三，笑，哈哈哈哈。哎，刚刚那个爸爸笑的不错，还有这个妹妹笑的也不错，她完全从丹田出来的，非常好。这种人不会得到癌症啊，不会得到癌细胞，癌细胞最讨厌喜欢笑的人。第五个要件就是吃的部分少油少盐。OK 吧，我们走喽。好。搞不清楚状况了，她还是女神呐、啊，我多怕，我这打下去我很害怕的。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扁担，也可以当那个镰刀柄，也可以当锄头柄。所以呢，剪掉了之后哈，比方说这边土石流。我们这就生疏，我们可以把那个石头砌完了之后，顺便放个土下去，再把它的枝子放在里边，很快就茁壮了。所以呢，那个土石流区就会茁壮起来，它就不会再崩落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德鲁古最喜欢的生态植物啊。好吧，我们再往前走。生气喽。生气喽！这个被打屁股的没有掉眼泪了，有没有很清楚？怎么弄啊？很简单。哎，你看我怎么叫？我现在就大给大家看哈。我现在大给大家看，都用怎么大的？好了，不要再拔了。这里啊，住了一个巨人。那个巨人大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只要一步啊，可以从这个山头跨到另外一个山头。我们德鲁古的谢谢就是，你很会分享，也就是马后歪苏比，跟着德鲁古念一下马后歪苏比。好，谢谢你的意思。刚刚你没有去站好，
有没有碰到？很矮吧？很矮哈，这个就可以证明日本人的高度了。好好，溯溪而上，就是沿着溪往上走，就叫溯溪。这是他们换装用的。我也有办这样的活动啊，以前都最干净的来住来玩。很干净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人没看到的？没有看到的过来我这里。好，我要把这个照片秀给你看。你看哦，喂喂，走，对，我们还要往上走，快到了，我们再走，再走800公尺就到了。你们来看这个植物，它的小孩在妈妈的身上长大，等它长大了以后呢，全部就离开妈妈的身子了，然后落到哪里能不能长大也不知道。这个叫做狗的脊椎啊，狗脊蕨，知道了吗？啊，它的孢子应该在背面的，结果呢，它长大的时候呢，它透过这个缝呢就出来了。跟大家见面，你看我这样一拍就飞走了，啊，这个就是狗脊蕨哈，好吧，那我们再往上走，所以一堆的故事分享给大家。等一下我们来欣赏一下弯月峡谷，好，啊，这个是最后一段故事。那我们往前走。要跟着我走哈，我们还要再去看景点。我冷气都开了。不要追我！啊，过了隧道很漂亮哦，我们来看美景喽。你们看右下方的水，那个水色相当的漂亮，它的深度到达10米。哇，你们看到那个横躺的那棵树没有？那是被我们的人爬上去爬到倒的。我们从上面往下跳，啊，所以我们德鲁古的人呢，这个很大胆呢、啊。我们跳带那个什么，带那个溯溪的活动的时候也是这么跳的，非常可怕。好，来吧，你们站在这儿，你们坐在椅子上，我来拍。这里，来，这里，对。好，大家一起来，站着站，坐着坐。好，全部看我。那个头没有出来的，自个儿要出来。这个景很美的，来，后面还有人没出来的。OK， 都看到了，哎，头要出来，哎，对，一二三，好，再来一个，好，我来个半身的，可以，当然可以，非常美的，来，再来一个，一二月，好，再来一个。还有一个，一二耶，好，等一下，我要往这边拍。来，回头看我。啊，这边随便拍都美。好，来看我。看我，一二耶，好，可以。走吧，我们往前走喽。我们现在带你们玩水了，因为小朋友已经受不了了。
我们到下方来玩，很可以完全掌握的。抗议什么？抗议什么？好，玩水玩水。好，要玩水了。耶！哎，你根本不要游着飘起来，因为你很胖。你有游泳圈。有鱼啊，这边的鱼还会帮你去角质马杀鸡嘞。当然我们不会欺负它喽，它会来帮你去角质马杀鸡。哎，这个人很有爱心，马上教人家怎么走，你看。好，各位贵宾，那个方向就很深了哈，我们在这个方向玩就好了。那个方向很深，大概有180公分的那个深度。打水仗开始，打水仗，打水仗！哇，连脚都出来打水仗了。四个公一个，五个公一个。啊，爸爸发现得早。有喝到水的小男生。没有关系了，可能喝一点点。那边就很深了。你看，哈哈哈哈，给啊给啊，哈哈哈哈，啊给你。我们走回去就干了。
被抓了，坏蛋都是自己人，然后怪别人家，他说是别人家来偷抓的。我说我知道是你，所以我根本不要去找你。爸爸妈妈抱你抱到家，你看看你真会睡。又掉了。头痛，头痛，神明怎样？哦，啊，终于回家了。呀，我会帮你们做成影片。我会放在木古木语民宿的 Facebook。这个已经不行了，已经不行了，睡着了，暗了，这个也不清楚。